特斯拉 Model S 火箭推进器版实车亮相，尾部火焰喷发极具科幻感。此前，马斯克透露的 Roadster 车辆将配备火箭喷气加速器结构，因为该车一直跳票，而有大神玩家自己造出了配备火箭加速器的特斯拉电动车。日前，海外网友 Wallpaper7 日上传的一段视频显示，在推进器启动之后，尾部喷出剧烈喷发的火焰，在车辆加速行进阶段，喷气使推进器爆发出嗡嗡的啸叫声，极具科幻感。同时，车内也进行了同步改装，在中控扶手箱前方，它增加了一组喷气推进器的功率控制器。不过，添加上了这组推进器之后，特斯拉 Model S 的加速成绩是否有所提升，目前还不知道。事实上，对于电动车的极致性能，特斯拉投入不少精力，用在车辆的极限加速上。此前，马斯克透露，新版本 Roadster 电动跑车中将会使用的 SpaceX 的航天科技，用户可以选择添加 SpaceX 公司的火箭推进器，不过其使用冷气推进器来实施加速，与这位网友使用的传统喷气推进器有所不同。